此刻我选择相信你，那我觉得不管怎样你必须接受，又或者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理解我，那也没关系嘛，我也不会拒绝，说你说不对，但我想我用最真实的感受告诉你，以及从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，但好，我想都需要时间好吗？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才可以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整理清楚，好好的去了解，但好，对对对，你说那么多我懂，现在很晚了，我也不想大声跟你说话，你懂吗？好，我们彼此都需要一点空间跟时间，对，不是现在，我答应过你的我会记得也会做到好吗？好，亲爱的我们就这样好吗？好，我知道嘛，好，好了，爱你哦，拜拜。